这个姜饼已经被我吃剩下两块了，这是我朋友特地做给我的哈。R for Rebecca。Hello, good morning。今天是12月25号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对，今年的圣诞节跟以往一样，我们就是去 camping。今年的 camping 呢，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呢，多了它。对，没错，这次的 camping 呢，我们会带 Cookie 一起去 camping， 因为我不想把它丢在家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选择的 campground 呢是有pet friendly， 我们是可以带狗狗去 camping 的。对于新西兰是不是很好，可以带狗狗去 camping？ 哎 ，facility 呢可能没有像我们以前去的 facility 这么好。它可能 top ten 呀。对，它不是 top ten 的那种 campground， 所以呢，它的 facility 呢是比较，你知道吗？比较。你周末你很兴奋哈，你是不是很兴奋呢？你等下要睡街了嘞。现在是早上8:30，我们现在在等朋友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我们的东西呢都已经准备到七七八八了，现在我们现在要再准备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准备过的，那就是天然 oven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一个天然烤箱。Cookie 吓到，我刚前面有说了嘛，我们要去的这个的 campground 呢，它的 facility 没有这么齐全，所以呢，我再猜想，估计它应该是没有烤箱的。但是圣诞节怎么可以没有吃烤鸡呢？我就上网查了，他们就用 A4 箱子，有盖盖着的哈、哦。它的原理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在拿一个 A4 箱子，里面呢全部都包有锡纸，不要有纸外露啊。然后呢，它有一个 lid 的嘛，它的 lid 呢也是把锡纸给包好，就这样子盖着。然后呢，在周边呢嘟咚咚嘟嘟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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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，因为呢燃烧是需要空气的嘛，是不是？对，燃烧是需要空气进去它才能够助燃嘛，所以呢你就要在里面的嘟很多，在外面的嘟很多，这个嘟很多这个洞洞洞洞，嘟了洞洞过后呢，你就把那个 charcoal 那个炭放进去里面，然后呢再放鸡就可以烤鸡了。嗯，我没有烤过，所以呢我今天就试试看看成功不成功，我再跟大家分享。擦防晒了嘛？现在我要来擦防晒。我这个是哦，10年都不擦防晒一次的人。我是只有在 camping 的时候呢，我才会很积极的擦防晒，一定要擦防晒。防晒呢，我都会擦很多很多层，擦2-3层，厚厚的一层给它涂下去，不要跟它省。这个要带去啊，OK, all done, 现在就是等我朋友过来找我们会合，等我们就可以出发去吃点心。阿波罗包嗰啲啊，煎水鱼，煎水嚟噶，呢个水嚟嘅，热水嚟嘅。啊，可以多啲。买了美金，你放弃中文啊！啊，不要讲到我放弃。可是在马来西亚。Hello， 经过1小时半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的 campsite。然后呢，这个 campsite 很不错哎。这些地方呢，就是我们今晚大 camp 的地方。一进门呢，就是这样，这里就是 kitchen 啊，有一个很大的 table， 那有2大个大的的冰箱，然后呢，有厨 ，toaster， microwave， kettle， 2个 sink， 这里还可以煮东西。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就是有一个像是 library 的地方。再过来一点点呢，这里会有一个洗衣机，洗衣机你要放一个 coin， 1块钱的 coin。洗澡的就只有一间洗澡的，2个马桶可以给你大便，吹风筒给你，洗手槽。Hello， 总体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，哦，有2个。我意外发现它是有2个洗澡的地方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最重要是今天我们包场没有人在，非常好哎。不想要在户内用餐呢，你还可以在户外用餐。户外呢有一个很大的桌子，还有一个是可以给你做 barbecue 的，听到吗？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开歌了，因为今天我们包场没有人。今天我们的 camping 呢多了2个小 member， 一个就是这个去年出生的，一个就是这个也是去年出生的。
Cookie 也被晒到晕了，他会躲在阴凉底下。你这样子露营的哈，你的 tent 就是你的车底下，宝贝。哈，哎，好心你哦，我们来露营哦，你躲在车底下干嘛？现在我就要开始起锅。爸爸你要拿剪刀的，我带剪刀，剪刀不要。来，哇，我都感觉到我手烫了。哇，它是半只鸡耶，是整只鸡吗？半只鸡，半边鸡，是不是？嗯，是整只鸡是吗？一只，一只鸡切咗一半俾你。哎呦，跌跌跌，吃。哎，个 drumstick 点算好啊？OK， 就这样子，不要动它。一个小时后，我们再回来看看这只鸡。嗨喔，你叫它，你叫它，你再叫它。我拿到，我拿到。哇！喂！哎呦，跌了喽，那个鸡翅。Oh my god！哇 ！Oh my goodness！ 边皮有啲熟咗，我唔可以反，我唔可以反一反佢咧？我都不熟哦。O 唔 OK 啊？好香哦！好香哦！好香。嗯，好酷！哎，好吃哎！它有一点点辣辣的哈。嗯嗯，很好。我们买两次了。买两次了。我跟你讲，放进 air fryer， 嗯，好吃，是它比那个体哥的腌好的好吃。啊，这是水饺哎，你们坐哪里份？好靓哦，太深太深，嗯，太深太深。哇，爆汁啊哇！爆油啊，呢嚿嘢好紧要啊。我系咪好醒？系。讲我好醒。系。讲我好醒啊，系咩？醒啊，你真系。它有烤台湾香肠的那种感觉哦，这头还慢慢秀的，好吃吗？吃而已。他这，他一直讲哇哇哇，好吃，好吃到。好吃啊！哎呀，你这，你这 ，OK， 慢慢的，买都扑街。买，人家撞到你了 ，property 就是还你钱，很简单。嗯嗯。然后全部就是用卡，你没有看到 cash， 很先进的这个。So, OK， 我们开始了。我是说没有开始哦。全部好了。哎呀，幸好没有中到他。你是多的话，你看你那个解释还是多少价钱？就是八百亿哦。看不到。现在是晚上十点半。哦，开着灯了。像那个天空的星星超漂亮的。看到星星吗？好好看哦！把我全部在这边看星星。Good morning。你这是什么做的？啊不！我干嘛？Good morning， 大家！今天是12月26号，我们已经把东西给收拾好了。小朋友跟我们录音回来的时候呢，就睡到现在，在大厅躺一下，躺到我跟我男朋友就觉得好困，然后想睡觉，就进来房间睡觉。然后这个小朋友呢，也跳上来床上睡觉。他霸占了我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必须要睡在这一边。睡够了啦，小宝贝，现在已经是差不多要5点，再睡你晚上睡不了哦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12月29号，我现在已经正式放假了。Yeah!12月29号我会休息到1月1号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有什么搞作呢？今天我们就是要去薰衣草，沿路回来呢要在 Hamilton 的一个 park 里面呢 barbecue。 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Hamilton park。
里面。今天天气非常非常好，这里是可以带狗狗过来的。如果你的狗狗呢，它不是长毛的话呢，就可能是要小心一下，因为这里很多蜜蜂。因为 Cookie 的毛很长嘛，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它会被蜜蜂叮到。但是如果你的狗狗是短毛的话呢，可能就要小心注意一下，看有没有蜜蜂围绕着你的狗狗。Cookie 在哪里啊？ Cookie 在哪里啊？God, 我现在才发现到，你看，看什么伤口？没错，我是撩鼻屎撩到脱皮的。我看应该全世界上面有几个人撩鼻屎撩到脱皮的吧？去爹地那边。Hello， 我们刚刚已经 barbecue 完了，沿路回去奥克兰呢，会有这经过这家 Sunny Nelson， 我去年也有来过这一边，非常好吃。CCA。CCA。Yeah, perfect. Hello.今天是12月31号，我们每一年的露营呢都会是去两次，因为我是通常圣诞节25、26休息嘛，中间我有做工，然后呢回来上班，上了班两天过后呢又再次放假，然后呢又再去第二次的旅行，每一年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呢今年也跟去年一样啦，在新西兰呢我只会在夏天的时候露营，其他季节太冷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在外面露宿，所以呢就只有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去露营。朋友今天晚上也露宿街头哦。现在在出发之前呢，先去买个 croissant 当明天的早餐。Cookie， 这个 passenger 坐得多舒服啊！Yeah. 这是他最爱的枕头哎。上次我们大家去露营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拿这个枕头，在车上有点晃来晃去嘛，所以他就会有点很不 stable， 因为只要跌倒跌倒这样子，就整个坐到很不舒服。所以呢，这次我聪明啦，我就带了一个枕头给他。哇 ，Cookie。今天晚上我们就是睡这边。这个天晒好大啊，这个是之前我来过的，这小朋友要晒到晕了是不是？嗨嗨，妈咪 here。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车拖着走。来这间 Silva Cafe，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 camping 遇到一个人，他跟我说 I really recommend 要来这边的 flat white。 哦，这里还有柠檬。我不会点的，他不喝咖啡的吗？我没喝过外面点过一杯咖啡，有啲貴，不過冇入幾多錢？$8，八蚊睇可以跌。我問我先嚇，木卡幾多錢？係啦，我講呢度係有少少貴，貴喺出邊。我哋通常飲出嚟唔少嘢啊。係啊。後面我唔知係先食過一出上。我哋仲有帶面。我有帶面，我都有帶面。我揸車嘅，我冇落水。點就魚嘅。我们刚刚去完海边回来，现在呢就要开始煮我们的晚餐。哇，2019最后一天的日出，哎，日落才对。2020年，祝大家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利，如鱼得水。最重要就是身体健健康康。你叫他 Cookie， Cookie， Cookie。